今年小黄丝村地瓜种植面积近2000多亩，占我村耕地面积的1/3，全村300多户，地瓜种植户近50%。未来我们村两委还将继续引导村民扩大地瓜种植面积，充分利用电商销售渠道，做到线上线下共同发力，打造我村的致富道路。今年这地瓜大丰收啊，这家伙这锄地就搁地头子就都卖了1.2块封箱啊，一趟没锄地这就没了，这半晌多地这将近7亩地呀、啊、都卖没了。今年咱家的地瓜特别好，1.2、1.3的都有，主要有老品种和烟薯，甜度都特别大，非常受市场欢迎。行，让他说，今年地瓜丰收呗。这个大哥吧，说点啥呢？这个。对，要挣钱了。我发现了，我说你净整假象。今儿个没有姑娘。都收摊了，那像市场上都收摊了，你才来。这得64块钱的。64块钱。喝的。搁到边儿啊，先搁到边儿啊。先搁到边儿去。64块钱，你还买呀？3码。是扫码是64是吧？哎哎。卖还有那个谁是吧？我得啊。啊。你先说一下。是，我得1.2万。这怎么卖呀？这小子，那小子是给人的。那你要捡那成箱，那里头有成箱。宣传这钱。沈阳哪电台的？咱本地的。啊，就啊，我录完了，完了，我沈阳。啊，你就直接法租电台。对，法租的。那这品种啊，他们家的没往我这地里头都就是不够分，这老些家里头一点没有，全在地里卖。你就不用说他家这个，他家的形状，形状就不好。我告诉你，这是老品种，就没有这钱。那都这样式的，我家在哪？那边也有，那边也捡。过去啊，行，哥，我给你，咱们不车在小车那边，小车上，搁哪一辆小车？那小的，那不好，这下不要了，开元算吗？一样，不是这个件，这个37，那是64、65，你咋还蒙？没告诉你这小箱40多斤，这小的瓜比那大。你看我这咋记事呢？有的就是啊，你把这搬过去吧。对，他有了。哎，有一个。啊不，那插喇叭。不带插上的，你给我搬过去，行了。来，跟他家东西院。他跟他东西院。看我都不能判家族啊，这是老祖宗传。不怕，你先扔了。
大哥，那你咋不卖呢？我卖完了，都没来酒那家啊。来呀！啊，你非得搁俺酒抽啊？对，不抽烟不归，老好。今年地瓜产量就强。是吧？是是。97，内无山那个是44。嗯，行。我感觉五十斤咋这么沉呢？